现在介绍它的对话翻译部分，首先打开对话翻译，然后这部分的话要用这里按一下。Hello， 你好吗？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？Hello， how are you? Can you be my girlfriend? I'm sorry, don't kill me. 还有，抱歉，我不在乎我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 ？What's your name again? Go home. 回家吧。好，基本上就这样子。然后他这边又有很多语言可以选择。可以把它当成有台湾英文啊中文这样子，很方便。所以它界面是简体字啊，这是它翻译功能，还不错。请问一下，怎样子去你家上厕所 ？And how to go to your house in the bathroom？